来来，今天好多 paper， 来各位学起来。这样子，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，各位可以想想看。你这么翻白回来，比如说东塞一个西塞一个，常常就不见了。然后到回到家里面，你是不是就等于是丢到一个地方去？对，丢到一个地方，然后可能是两个月之后再拿出来一叠，拿出来一叠的时候来讲的话，然后你就开始慢慢去整理，去兑发票。对，但是来讲的话，就是通常我只要一回去，只要有消费，我就按照零，就一二三四五。六七八九十，我就分得很清楚。当你在对发票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知道末三嘛？基本上第一特奖跟我应该无缘吧。嗯。那我们就只要对末三嘛。我说，假设这一次，这个尾数是八四一，它就是一嘛。假设这一期的号码是一二六，那你就知道其他的东西是不是都叫做杂讯？对。你根本对都不用对，你可以立刻拿去丢掉。你光省这个时间，你可以省多少？所以每天回来就是既是可以记账，又可以整理发票，同时你在兑奖的时候就真的很刺激。对啊，而且你抽到各位，你会觉得吗？当你拿一大堆发票的时候，你会就说啊，我花那么多，你花了那么多，但是这样子来讲，其实就一下子去掉七个，而且你就只要兑三个。但是对三个你很容易就会有失望的感觉了，但是至少说你把那个时间可以省下来，我觉得这个方式还不错。好，谢谢超马提供这个方法。